不见天地之大，你很难懂得你我之小。2013年，我有幸成为守护斑头雁的爱心大使。第一次踏上了三江源的无人区，他就这么静静的，一言不发的，重重的撞击着我，我茫然失语，我不能自已。这里人迹罕至，却有最壮丽的生命脉搏；这里空气稀薄，却有最浓烈的生命气息。身体越沉重，心却越轻盈。也是在这里，我第一次认识了斑头雁，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。我目送它们离开，也守候它们归来。我在想，是什么支撑着它们穿越喜马拉雅世界屋脊再回到这里。当然那是本能，但在班德湖彻夜守护，看到雏雁破壳而出的那一刻，我更愿意说是生命的传承，是爱的传递。我曾以为自己来这里是施与爱，但其实是大自然施与了我。斑头雁为了延续爱而高飞，我为了守护爱而远行。爱是它的引擎，爱是我的翅膀。每段旅程都有爱的目的和意义，为爱飞翔，中国东方航空。